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 APP， 健行笔记。那个顺便带大家到我家的后花园秘境探险一番啊，内湖大沟溪啊，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？是不是超级美丽的？大家一定没有来过吧？这一次呢，老皮秘境探索主题呢有专属的卡通频道的独家惊喜哦。我们先大约看一下这里有这个北中南各地的景点啊。哇，红淡水步道、虎山西步道，要选哪一个？看一下。哇，北部、中部、南部、东部，我们看到这个下面。哇，它好多步道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内湖区的白石湖吊桥，来看一下。哇，里面有这个出发地点，然后它有路线资料、交通方式，还有地图啊，是不是？这样完全不会迷路啊。哦，它南部的二延平步道、孝子步道，好多啊。还有什么？外岛金门、太武山。然后如果你完成一条路线的话，可以获得一枚徽章，而这个徽章呢可以参加一次抽奖，大奖就是这台机车啊，还有很多项好礼啊，是不是？大家看一下啊，哇，好多。还有是什么背包啊，哇，好可爱的背包。然后这个卡通频道的这个帽子啊，还有什么特别说明，哇哦。然后还有这个 APP 的使用步骤啊，真的还蛮详细的。注意事项也有啊，出发前的穿着啊什么的，活动的部分有各种好玩的亲子活动啊，暑假就是要跟家人出去玩啊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相关费用啊、地点啊都在里面哦。然后哇，活动介绍、时间、日期、地点，然后课程简介，然后有些要费用啊。我们先看一下这古道系列课程啊，田野资料整理是不是？然后这个费用是500块，哇，我看了我都想去了。各种上课，上室内的。有欧洲的，苗栗、台北市，这苗栗是什么？有机道场，贩手玩，2000块钱的，这个是玩什么？让学员运用当地的素材美化环境啊。OK， 那如果各位对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，也是可以参加的。我还可以搜寻啊，搜寻，我要看一下新北市有什么。难度给他选择低好了。时间大概3个小时以内好了，看一下会出现什么东西。台北市，台大椰林步道，这也算了，40分钟。九五峰步道、剑南山步道，还有竹子湖，10分钟，这应该最简单的吧， 0.3 公里的。大沟溪啊，可不可以？20分钟。我们先挑战一下最简单的，今天太阳真的非常大，起码有38度吧。这边真的蛮适合露营的，亲子活动啊，遛狗啊，真的是还蛮适合大家来看看。OK，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出发点的话，建议是在个大沟溪的这个门口，或是这个夜市主庙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定位到这个方向了。OK， 我们直接看到说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夜市主庙这边，我先把这个拍照，然后他就开始在记录说 ，OK， 我们现在从这边走到这个门口大概多少时间啊？我们现在移动吧。那因为我现在已经，其实我已经跑了。走了2圈啊，所以我这个地图跟我实际上在走的位置不太一样。
对，看到上面那些草皮啊，都可以放那个什么小帐篷啊，对，还可以放一些打羽球的器具在那边玩。然后这个地区算是保护生态啊，那鱼不能抓。这边是个小平台，可以上去。然后上来这边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上面有一个树会打到头。阿北在对我笑。哇，这边有鸽子啊！那鸽子不会怕人呢、欸。哇，这边有个很漂亮的小吊桥。哇，今天天气超好的，而且明天就是台风天啊。所以今天特地来录这个大沟溪的面貌。哇，这是我们的夜市祖庙，哇，哈哈，终于上来了。OK， 我们这次呢走了外圈跟内圈啊，加起来刚好20分钟啊。不多不少啊，是不是？哇，累死我了！拍照一下，这段行程就算是完成了。5分钟，看到没有？两个加起来，20分钟以内可以走完内圈跟外圈加起来。好了，这集到这边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